用抓娃娃机决定只吃蓝色食物。啊，今天给你来个有意思的，用娃娃机决定你今天一天吃什么颜色的食物。哇塞，这么有意思啊！意思是抓到什么颜色的娃娃，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呗。对头。哇，这个蓝色的娃娃最好抓。抓起来了。蓝色的娃娃。那今天就决定吃蓝色的食物。早餐给你来个蓝色的冰心糯米糍。多来一个呗。看见这么好看的快点，行吧。开不开心？哎，有点冰手。啊，真香。还拉丝呢。行了，我尝尝味。你不是给我吃了吗？外面特劲的，里面是薄荷味的雪糕。一点都不过流。中午给你来个蓝色的惊喜果冻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嘴有多大。我这嘴可不是跟你们吹的，那还挺自豪。晚上是一道选择题，二选一，吃下这个吧。Oh God, please no！ 蓝莓味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能不能给我尝尝味儿？不就是个薄荷味的糖吗？激动啥？牙齿都变蓝了。你还是别吃了吧。你们要是抓娃娃，最想吃的是什么颜色的食物呢？